吃饭，然后吃的是我们都喜欢的干锅。哇哇！我嘴巴都烂了，我还在吃，一会儿我再吃完，我可能这就已经肿起来了。我最近在长了一颗痘痘，但是管他呢，管他呢，我听到了。管他呢，我也管他，嘴巴都烂了还敢吃，无所谓，我无所畏惧，反正人嘛，就是要开心一点，对，开心就好，民以食为天，反正我最近又瘦了一点点。星期一，初公开始会有一个教程。对，手往前触碰，我不敢触碰。没事，教程的，往前嘛，往前。我的手。这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姑妈，你妈妈一哄。好了，往前。哇，我的手好吓人啊！你的手，你不，我看一下，大拇指松开一下哈。你怎么蹲下了？你个傻瓜！你站起来触碰开始嘛，就会有教程啊。嗨，很吓人吗？握个手。吓人呢，你往前。你不要吓我，警告你哦，七姐。啊！有一家伙快给你捣乱了！你不要碰我！右边的师傅在你桌上有红色的定身符，是用来定住僵尸的。我拿不起来。师傅，请把右手移到符纸上，扣下扳机键，把定身符。现在的符是没有法力的。请用左手在身上画一下。哎呦，哎呀，你这么厉害！现在伸直您的右手，瞄准面前的目标，大叫一声“哈”，松开扳机，释放重重。哈！你们，我知道了。师傅，请把右手移到图纸。现在的符是没有法力的，请用左手在身上画一下。你怎么进行的这么快呢？怎么回事？太聪明了。现在伸直您的右手，瞄准面前的目标，大叫一声“哈”，松开扳机，释放。哎呀，知道了！哈！哎呀！哎呀，你也太弯了！现在的符，哈！你太弯了！哈！太聪明了！那我们现在开始。啊！不，我不要开始做这。你不要吓我，你站起来。两位师傅准备好的话，我好了。拿起桃木剑，来个双剑跟臂力护体。你怎么蹲着的呀？你个怂！我不要去。哎呀，有法子！师傅小心，有些僵尸来了。Thank you.
机智的小机灵鬼，拿着它转。你起来呀、拿起我的。你们周围的山玩呢？哎呀，又来了！你如果可以，你会看到我含泪水的眼睛。时候就是，我玩到后面的时候，我就直接闭着眼睛乱砍了。你都不看人，你就蹲在那儿，我还要帮你杀。我飞符飞不准，我也没不准。我们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呢？他太搞笑了，我刚刚取下来 VR， 就不是就有那个女鬼忽然弹出来那个吗？就这样的啊。我吗？你是这样的，然后那个女鬼忽然弹出来。我不知道，我断片了，太吓人了，我的手已经没有力气了。你知道我在砍的时候，我后面我是这样的，就蹲在那，桃木剑找到我。你太怂了！我在后面没有，我就开始骂我叔叔不准过来，你再过来。有没有不要僵尸啊？太丑了，就是他长得好丑啊！有没有好看的鬼啊？就不玩鬼吗 ？Spider-Man 多好。那玩做饭吧。你要一个海苔，一个笋，有没有蛋？没有蛋就。妈妈。为什么我的面倒不进去呢？妈妈！这个人正在做饭，他说他脖子要掉了。你这做的啥呀？乱七八糟的。我刚那关过了还。你还在通关？不要把盘子拌烂了。我就不管了。好啦，我们刚刚已经结束了我们的 VR 旅程，好累啊！就是 Switch 经历真的很好哎。我真的好害怕，我现在嗓子好痛啊！你知道，我刚刚眼妆，就当我把 VR 设备摘下来的时候，你画了眼影吗？今天？对啊，你的眼线已经花了。我眼线掉完了，因为我刚刚在 VR 设备里面眼含泪水，我就只会叫。但我今天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，我突破了自己。我在几次摘下眼罩过后，我就心想不行。然后我看到你在那边这样啊，然后大家就跟我心想算了，去帮帮他吧。你还在战斗，然后我也把 VR。你知道你身边有多少僵尸吗？我还有，我拿把剑，我去帮你杀，但是我杀不着，我就只能甩符。我就是说，哎，我这边这僵尸还有被符杀死的，还有点厉害了嘛。
是我帮你杀的。我的符每一次永远也飞不到僵尸的头上，太难瞄准了。但我觉得就还好的就是他是僵尸，中国僵尸，因为小时候看那种林正英，对，那种老师那种僵尸片看的比较多，我觉得还好。如果是那种很恶心那种，就全是写的丧尸文凭。那个僵尸，那个跳跳的僵尸也挺丑的。对，也好这个女的也很丑，就是那种脸也都是，你好像啊，好吓人啊！我真的，我真的，我现在唯一一个庆幸的就是，在我摘下 VR 设备这个期间，那个女鬼弹出来的，还好没有吓到我。我都是刚刚看了一下反视频回放。我已经脑子短路，然后我发现Switch基本上都是蹲着玩的，你可真厉害哈。那是，我觉得蹲着有桌子的掩体，我没有那么容易被僵尸。但是我一转过头，我又发现不是，我打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上面的那个血条就一直在被弄剪，我觉得你被打得好惨。但我居然没有死，陪Switch的一天就结束了，陪罗一家的一天就结束了。罗一家完败的一天结束了，苏瑞奇怂爆的一天结束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们要已经享受我们的芒果杯啊。